大家好，我是爱与人神，我今天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飞霄技能方向确定，高命职商主 C 灵命各队工具人守卫男性童鞋是大号田园 2.3 测试服时间确定，崩坏星穹铁道 2.4 卫星角色爆料，云离或是体系 C 崩铁官方放出流萤的动画短片格拉莫的余烬实在是太受欢迎了，目前 B 站播放量已经超过400万，算上官网、公众号和各大视频网站，预估已经超过600万播放量。只能说流萤的号召力实在是太强，视频里面也留给网友各种猜测，流萤的觉醒引爆整个星球，是否意味着还有更爆炸的命途？星期日是否进卡池一直是个谜，最近才被确认可能在 2.7 进卡池，并且内鬼透露星期日将要黑化，也是让人多少有点意外。而星期日命途方面也已经放出消息，大概率是童鞋，届时将会成为首位男童鞋角色。关于星期日的技能，有大神也盲猜了一波，依据看似非常充足，是根据深渊 buff 进行猜测，为队友充能，并且可以超出目标能量上限，真有点大号停云味道。不过其他相关机制并没有进一步猜测，还得看内鬼的解包情况。好像最近网友们都喜欢猜测角色技能了，除了上面猜测周日哥，另外一个是根据下面的模拟宇宙奇物风中花蕾猜测的，该奇物明显就是利好击破角色，所以该大佬猜测是为飞霄而准备的，通过奇物就可以猜测飞霄属于击破、DOT、追击都沾边的角色。早前内鬼已经说明 2.0 救黄泉、飞霄两个大 C 位，而飞霄又集合了如此多机制于一身，不可能让他全部战魔的，所以极有可能低命作为工具人，配合大 C 位爆炸输出放在高命做了。最后就是 2.4 的测试服时间，按照崩铁以往惯例都是在新版本开始时候开放，这次也不例外， 2.4 测试服将会在6月18号上午10点开放，届时大家就可以看到云里和娇秋的强度，正式官宣上半为物理毁灭云里，下半为火系虚无娇秋。那么这两个角色平民玩家应该怎么规划？首先来看上半卡时的云里，作为星铁的第五位物理属性 C， 云里的竞争压力真是拉到满中满了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的话，云里势必是要有些绝活的，要么是像黄泉一样自身拥有过高的数值，单兵作战能力极强，要么就是学习波提欧加入某个新体系当个体系大 C， 不过前者机会相对较小，基本只有崩坏玉三家或者星铁主角团才有此待遇，玉不太可能出现在一个空降角色身上，所以后者可能性会相对更大一点，并且更符合版本趋势。毕竟目前的角色啊，基本都在走向体系化，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，所以如果你是云里单推人的话，就记得要多囤一点星穹帮他凑齐完整队伍。而下半卡池和娇秋为火系虚无角色，出于重点火系和虚无，那首先咱们就可以排除掉娇秋为主 C 的可能性，毕竟上个虚无大 C 黄泉才刚刚 up 完不久，而下个火系大 C 流萤也要即将上线，为了不撞车，这两位娇秋大概率不会是主 C 了，那剩下的情况也很好猜，娇秋要么是正经的虚无辅助，要么就是 DOT 队的 DOT 手，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也可以先 pass 掉，因为目前 DOT 队是全女，塞进一个男角色的属实有些违和，而如果娇秋是虚无辅助的话，那其定位很可能就是佩拉的上位，提供群体减一佩拉的通用性就不用我多说了，作为四星角色其登场率有目共睹，而如果娇秋是大佩拉的话，那不仅黄泉可以迎来一波大加强，像是击破队这种吃减防减抗一伤的队伍，大概率也能喝到汤，所以娇秋这个角色建议大部分玩家观望一下。